宝岛秀透透单元，今天我们来看常常提到的总统。南北手语也有不同的笔法哦。总统，南部手语是比这片领域加上手掌，手绕圈，然后伸出大拇指。领域加手掌，在以前南部都是这样比的，但是台北北部的手语流传的比较广，是国加上手掌的笔法。后来南部这两种总统的笔法都有在使用。北部比国加上手掌，南部则是这片领域加上手掌，总统的笔法差异很大。以前讯息不流通，南部的手语北部聋人不一定看得懂。不过随着传播媒体的发达，南北交流是越来越方便了，而大家也就越来越能够理解南北不同的手语了。